你年纪轻轻，又是习武之人，何来投风之说？还不快从实招来！本王的人犯了错，自有本王来教训。裴行俭，你区区一个左卫律，竟敢越俎代庖，胆子不小啊！裴行俭，见过曹王殿下。 今日蒲巴努擅闯宫门，撞破发狂，打伤多名侍卫，卑职是怕他闯下大祸，所以才拿下羁押。本王自会带他回去严加惩戒。小六子，是。 没想到这个药丸的药性如此之大，那说不定日后还能派上大用场。只是这个蒲巴努，恐怕是废了。儿臣给母亲请安。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怎么阴着个脸？哎，今日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大事就成了。差在哪儿了？这个李治不知道是不是看出了什么苗头？我是眼看着他把手里的汤药都喂到陛下的嘴边了，却突然说手颤，硬是把陛下服药的差事推给了我。还好我当时反应快，打翻了药丸。 怎么这么巧？关键时刻忽然手颤。他说进来为陛下抄经祈福，伤了手，所以手颤的毛病又犯了。如此一来，咱们的计策怕是要落空了。陛下的精神是一日不如一日，此事迫在眉睫，再等恐怕是来不及了。儿子正为这事发愁呢。 或者，咱们干脆做好两手准备，万一陛下驾崩，
咱们直接用兵力控制好玄武门，然后颁布诏书，就说陛下驾崩之前发现李治不堪重任，因此留下遗诏将皇位传给我。这倒是个干脆利落的办法。内侍总管潘秦海是咱们的人，可由他证明遗诏是陛下亲笔。明白。排兵部署之事切不可马虎，你尽快筹谋调度。哎，这个蒲巴弩毒药上瘾，就快成废人了。儿子须得再寻一个得力之人，把他给替换掉。那药丸竟有那么厉害？他想偷偷的去借药，谁知今日却跟疯了一般，险些闯下了大祸。知不知道附近有个叫恒泰的医馆？恒泰啊，就在前面不远处。您这个点才来有点晚了吧？找恒大夫看病的都排到明天了。这个恒大夫医术这么高明吗？那当然，恒大夫专治疑难杂症，很多外乡人都慕名而来。多谢。不讲道理，非要硬闯。这位郎君，你既然来我恒泰医馆瞧病，就要守我这里的规矩。这是我的规矩，他们看的是病，我救的是命。出去，走吧。快走。刚才是不是有个叫裴行俭的人找你看过病？您说的是中卷裴族的宗子裴郎君？就是他。他得了什么疑难杂症？来，他不是给他自己瞧病的。不是自己，若是瞧病，病人为什么不来？裴郎君走前再三叮嘱我不可泄露，更何况替病人保守秘密，乃是我等行医之人的本分，恕难相告。我说，他是为一位小娘子瞧病的，那位小娘子受了很重的外伤，再加上肝气郁结，几乎丧命。哎呀，恐得了败血之症。按理说，看病讲究望闻问切，瞧不着病人的面，我是断不肯医治的。但是我见其求了又求，齐心至诚，我这才网开一面，为其诊治啊。小娘子，人都没有见到，怎么知道是小娘子？郎君有所不知啊，为男患者用药多需注意气和肾，为女患者用药则需注意肝和血，大多庸医用药不分男女，我恒泰是断不能这般粗糙马虎，自砸招牌，定要分清楚了才能对症用药啊。瞧郎君这身壮如牛，手劲似铁，不像有病之人呐，为何要找老夫的晦气？这殿下，
普巴努所需的要塞所剩不多，要不要吩咐下去，去赶制新的？普巴努已是废人，制药的成本不低，没必要了。是。抓紧时间物色代替普巴努的人选。那殿下的意思是？ 普巴努已是弃子，能研制出此等药丸之人，定是绝世高手。不知郎君可否为在下引荐一下？我要是知道他在哪儿，我早就将他五马分尸了。 此药用材齐全，阴阳相克，虽有违药理，但是短期之内服用应有奇效，能治常人不能治之病症啊。药效猛烈，毒性亦猛烈，久用成瘾，虽是灵丹，更是毒药。在下可以为郎君调制几副汤药，缓解病痛。 小豆子，我知道你苦，我也知道你生气，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阿娘要是在天上瞧见你这般自暴自弃的模样，该有多生气，多失望啊！ 生来胆子小，常有很多想做却不敢做的事。可是你却不同，你虽然是女孩，却天不怕地不怕的，想做什么就去做，从不拖泥带水、哭哭啼啼的。哪怕撞个鼻青脸肿，事后被师父痛骂责打，也照样乐呵呵的，跟没事人似的。 我打心眼里佩服你，就是因为，你活成了我想要的样子。所以，不管宫里有多苦多累，只要看到你在我眼前生龙活虎的晃悠，我就觉得啊，这天它塌不下来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如今，你这般意志消沉，萎靡不振，让我和师父看着心里多难受啊！不就是劝我吃药吗？你用得着去取刀刀、哭哭啼啼、费这么大力气吗？ 那你先吃口饭菜，垫垫肚子，再吃药。
这样可是赔，可是我赔了大功夫，央求名医给你开的方子必定能药到病除。哎，小肚子开始犯了啊，那恒大夫的药可管用？精神好些了，汤药才刚服下，效果如何还说不准。太好了，裴兄。贤弟，怎么了？陛下突然召见太子殿下，还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首的朝中重臣。小顺子费心了，前面带路。好。之前怎么没有半分消息？这么突然？杨妃让殿下赶紧去甘露殿。蒲保奴呢？把他叫上，以备不时之需。是。蒲巴奴，殿下要进宫，让你随行。蒲巴奴，回禀，马上到。万里悲秋，瘦影自怜，朕患疾久矣，精力渐衰，疲于监国。太子李治，天纵聪明，忠心环构，贤德仁孝，胸怀天下，尽人皆知。问安寝门，知九国之梦，至圣荣捆，高五品之才。然贵之年少定策，立功之时鲜有。银青光禄大夫，检校中书令，河南郡公褚遂良，上党献公，左武侯大将军长孙无忌，德才贤友，为郎庙之忠臣，知无不为，归业园之成务，立言不文武之用，顾命大臣，望齐心协力，尽忠职守，宣示天下，主者施行。臣长孙无忌，褚遂良，领旨。臣领旨。吾等定会不负陛下所托，忠心尽职，殚精竭虑，辅佐太子治理国务。侄儿，在。侄儿，你以后一定也多倚重这两位大臣，要胸怀若谷，虚心纳谏。做一代明君，守好我大唐的万里江山。啊，陛下，儿臣一定牢记教诲。陛下忽然册封顾命大臣，措手不及。咱们到底还是慢了一步。现在若是颁布假遗诏，别说世人不信，就连两位手握重权的顾命大臣，也不会坐视不理。
母亲，留给我们的只剩最后一条路了，想办法造出东宫举兵谋反的证据，而且要铁证如山，让李治百口莫辩，让世人和两位顾命大臣无话可说。举兵谋反，玄武门是个发动兵变的好地方，我们可以让历史重演。陛下当年拥兵玄武门，射杀了太子，强迫高祖皇帝退位，这才登上了皇位。多少年来，玄武门之变一直是陛下的禁忌，是陛下心中永远的刺。如今我们只需要让东宫拥兵玄武门，您说陛下会怎么想？到了那个时候，李治就算浑身长满了嘴也说不清了，两位顾命大臣自然会急于自保，撇清与太子的关系。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只是这东宫的兵权在裴行俭手上，那裴行俭对李治忠心耿耿，想要调动东宫的兵马，谈何容易？裴行俭，儿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找人将他杀了，省得他处处碍事。那裴行俭武艺了得，就连蒲八女都不是他的对手。杨妃，不是魏风了，请殿下快去瞧瞧。夫人，您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把药给我，把药给我。药都在殿下那儿，饶了我吧。殿下，给我药，给我药。给我药，拿下。是。他疯了，他疯了。真是疯了吗？殿下，殿下，臣如百虫钻心，我努力的在借着药引，可我实在是扛不住啊。殿下，看在我为您做了这么多事的份上，求殿下赐药，救救卑职的命。救救卑职的命吧！把他捆上，嘴给我堵上，带回王府。是是。等等，等等，我有裴姐的秘密，我有裴姐姐的秘密，我有裴姐姐的秘密。等等，我不是废物，殿下，我不是废物。什么秘密？说。殿下，替我吃下成银药丸的是您呐，殿下。为的就是在比武场上赢了裴行俭，为了您的宏图大业，我不惜牺牲试药，我毫无怨言。我知道，我知道现在药引难见，没什么用。可是殿下，我
就想求您一件事，不要事成之后卸磨杀驴。殿下，乱世我做牛做马都会报答您的这份恩情。殿下，普巴努，只要你忠于本王，这药丸你要多少就有多少。是殿下赐药。佛祖，11年前，裴行俭在您面前擅改了琉璃的签韵。11年后，又擅作主张，将琉璃阿娘的金针交给了卓锦娘。我一心以为，这都是为了琉璃好，可以帮她挡灾避祸。最终，琉璃却为我所害。这一切，都是我裴行俭一个人的错。佛祖要惩戒，就惩戒我一个人。裴行俭，甘愿折损阳寿，为琉璃挡下一切灾祸，还请佛祖成全。是不是伤到经络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不告诉大家呢？这是我的事，不要你管。来，我扶你上床。我说了不要你管。这道平安符是我在大慈恩寺求的，我在佛祖面前发了重誓，佛祖一定会保佑你的。不用了，那儿的钱不赚，许愿又如何会赚？谁说那里的钱不赚？当初你在佛祖面前求了一枚下下签，接连两次我暗中挡了回去，所以才有了最后的上上签。你说什么？
求签的时候，你也在。当年，我一箭射下你绣的茶花，险些没有拜入苏将军门下，所以才有了你我的相遇。我们的缘分在五府相遇之前就开始了。直到平安府有我的誓言，佛祖一定会保佑你平安。你好好歇息，好好养伤，千万不要操之过急。阿奴，你方才说你握有裴行俭的秘密，什么秘密？你接着说啊。一辈子捉奸，这小娘子和裴行俭之间的关系绝非一般。裴行俭血气方刚，又丧妻多年未曾再娶，莫非那小娘子是他的心上人？真是天意啊，我们正拿裴行俭没有办法，蒲巴努却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好的一颗棋子。你的意思是想用这个女子来要挟裴行俭？只是裴行俭对李治忠心耿耿，未必会为了一个女子而背叛太子。母亲说得对，裴行俭重情重义，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出卖太子。但是母亲，你有没有想过，正因为他重情重义，如果让他亲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小娘子因为他的过失而饱受常人无法忍受的煎熬和折磨，看到心爱的小娘子因为自己的过失而痛不欲生，生不如死，那他会怎么做？裴行俭不曾亏欠太子，但是他很快便会亏欠那小娘子，他所亏欠的用一辈子都还不完。到了那个时候，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会怎么选？是选择仕途呢，还是选择补偿对爱人的亏欠？蒲巴奴，怎？好好的替本王把这件事情办妥当。彭大夫，啊，裴郎君，这是礼金，还请裴郎君收回礼金，在下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呀。彭大夫医术精湛，之前还额外为裴某破了例。裴某说过，只要内药见效，裴某便会以三倍酬金以示感谢。裴行俭不过是兑现承诺，彭大夫不必推辞。这，
不知小娘子病况如何呀？如果好的差不多的话，接下来静养即可，不一定啊，非得吃药。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啊。还请恒大夫好事做到底，不必推辞。病者吃了三天汤药，虽然伤情有所好转，但行动不便，像是胫骨受伤，经络受损所致。哦，恒大夫，若是嫌这酬金不够，裴某定会尽我所能。啊，不不不，在下不是这个意思。在下呢还有一味丸药，对这个重伤之人呢，有强筋健骨的奇效。一日几粒，几日一疗程，还请恒大夫详告。啊，待我给你写来啊。在下说过，是药三分毒，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啊，能少吃便少吃。来，请郎君收好。啊，裴某记下了。恒大夫人称圣手华佗，今日所见真是名不虚传，裴行俭敬佩之极。不敢当，不敢当啊。裴某先行告辞，恒大夫留步。刘离不肯下床，说是头晕无力，想多躺几日，我竟信以为真。哎呀，原来他是怕我担心，所以才一直偷偷瞒着。我真没用，我早该想到的，他这么怕闷的人，怎么可能会乖乖的在床上躺着嘛？这是恒大夫特制的药丸，有强筋健骨的奇效，你拿去给他服下，但千万别说是我拿来的，不然他不肯吃。好，快去，快去。左卫律对琉璃一番真情，之前孙某误会你了，时至今日，我还未曾向左卫律好好道歉过，请受孙某一拜。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孙内侍无需放在心上。当初为了不让卓锦娘识破琉璃的身份，是我说服孙内侍和七娘做了局，把琉璃的金针送给了卓锦娘。如今看她这般痛苦，也不知道是帮了她还是害了她。小豆子，今日感觉可好些，整天躺着是不是闷坏了？闷？我几辈子才能修来这样的神仙日子，怎么会闷？神仙日子？我上有太子罩着，下有你伺候着，终日睡醒了吃，吃饱了睡，不用织衣刺绣，也不用听卓锦娘责骂，脚不沾地就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整个皇宫里能过上这种神仙日子的，除了那病床上的陛下，也就只有小豆子了。你好端端的，哭给谁看啊？当然是哭给你看的。你要是再这么躺下去，我这两条腿都快变成麻杆了。对不起啊，小顺子，都是因为我让你受了不少罪。你要是心疼我，那就乖乖的把这药丸吃下去。不晓得你从哪儿弄来这些奇奇怪怪的药，这个又是什么？
这药丸来头可大了，这是上回给你开汤药的那个名医给的。大夫说，这个药丸对重伤之人有强健筋骨的奇效。嗯，真的啊？嗯。天下第一针，安氏之女琉璃，遭奸人所害，险遇大难，幸得仙丹加持，静待时日，必见奇效。不知等你痊愈之后，要如何论功行赏呢？嗯，赏，自然要赏。说，你要讨什么赏？我嘴笨心拙，常惹您生气，因此不敢讨赏，只求用这些丹药将功赎过。以前好的都存下，把坏的就此一笔勾销，可好？你还在为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啊？我怎么会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你只说答不答应用这些丹药将功赎过。准了准了准了，说你笨还真不是冤枉你，这大好的机会也不知道借机狠狠敲我一笔，笨死你算了。蒲巴奴，好几日过去了，裴行俭那边可有消息？回殿下，裴行俭去取药的次数越来越多，以卑职的经验来看，服药之人必已上瘾，断不了了。鱼儿既然已经上钩了，那就准备收线吧。烧过后，只剩下一。